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 Nexus。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光影的东西。那我讲一下哈，那光影的部分有看你的做法。然后目前我有讲过很多次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做过这几个，比如说光影的话，基本的上这种光影哦，光影这种做法，你要去看你的做法。比如说像这个的光影打起来就有一些平面的，然后。其他的光影的话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一种是平面，这种平面设计的东西。那平面设计的东西，它光不会太复杂，因为它的重点是在把那个东西，比如说什么，比如说你是一个店家嘛，然后你想要把那个什么影像输进去嘛，所以它的光影不会很复杂，它就只是单纯的有一个光打进来的东西。那如果要说复杂一点的话，就是啊不，没有啦。比如说，这个是很常见，这种光很常见，就是说它你设定是可能有一个点，比如说什么左上啊、右上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光源，就是一般那个光源在任何在太阳底下的光也是长这样子，就是投射单份光。那这个就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辨识？没有好，什么好辨识？就是单。一个光有一个光打在那边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光？这边有光，所以大概是左方这张图会是从左方光照这，从左方照射过来，然后映在这一个墙上。墙上这个东西，影子色彩彩图的话，很仰赖一种叫做怎么这样叫做经验。就像你得把自己想象成像是一个相机一样，你尝试把这一个。把这个光源投在这个的上面，然后光如果是太阳光底下的话，就是户外的话，只是有固定向的光源上方，一般人也是上方。那从上另外一种光源是从背后照，从背后照的话就会有一条线，哦不对，是它有一个叫做环境光，环境光它是从比如说人的头嘛，一个圆的环境光就照到它的背后照过来，然后。边缘就是你把它全部加，你颜色设定好之后，然后把光影把影子是打在上面，然后再画掉，你再用橡皮擦把边边画掉，那就会感受说这个是暗的，就整张脸都是暗的，那表示光源是从背后打过去，对不对？因为背后打过去，这大部分的光源都被遮住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总之这个东西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这个，设定的光，像这个光源嘛，就是户外嘛，户外，有没有？户外的时候，它用的部分就还好，我觉得画的没有很好，反正它就会设定说什么，比如说这边嘛，像这一块就是。这一块就画的还蛮满意的，就是在光源下会有不同的做法。那这个光这个地方，那这个还可以再修。反正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说它的那个会光会比较，如果户外的话，影子会很少，因为光还蛮强烈的，光的照射范围是180度嘛，大概就是从西方升起，什么东方落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大概都会有照到。那可。照光源户外的上色有一个要点，就是先上原色，原色先上好，比如说金属嘛，这个东西啊，颜色先去上好，然后再去处理多这个嘛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岩石嘛，这边有一个水嘛，先把基础色用完，线条用好，然后看情况去做修正。那大部分的情况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光这个水啊和那个岩石融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在做上色的时候，你自己都要多去注意一下。平面嘛，所以现在我们讲过什么东西？平面的，然后户外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？户内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室内的吧。室内的就是这一个嘛，有没有左上啊？然后光源投上来，那很多室内的场景都会暗，比较暗。如果你不刻意的话，
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摄影，大家看到摄影啊，不是写真集在写，就是或者是拍婚纱的那种，都会打光。他们不都拿一个东西，拿一个什么反射的板子之类的，会打光，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照出来的照片是室内的情况，一定会过暗，或者是比较偏暗，因为你的光很少。那这个地方的原因很多，比如说你没有开灯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户外，你的开的窗，你的窗户多不多，然后它的窗户投射过来的亮光是强是怎么样？那如果你要白天的光，白天的天空，下夕阳的天空又不一样，就不同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嘛，一样光打进来。那以前画景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打暗，但有点太暗了。后来我就觉得一点点好了，暗阴影只要加一些些暗的就好了。像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光？光我就变成打掉了，我就把它打掉，然后全部变成了暗的，用涂黑的方式去做表现。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重点，所以你把非重点，重点一定是这一张。那这张图里面就是一个人物，那人物就是作为好，那我们看。还有什么？好，这个偏室外，室外有没有看到光？有没有打进来？打进来，然后这个嘛，打进来，然后我大概能讲的就是讲到这个地方，可以。这张有参考照片啊，有参考照片，然后这个东西，但因为那个是不好意思，是个人的隐私，所以就没有加上那个东西。好，光会从上方。如果你户外的话，光就一律往上往下投射，对对，那留的光不用留那么多。那这个地方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光照不比较少照射到，所以它就用一下。那大概色彩呢，以及彩稿的建议，我大概觉得这走过这几章之后，应该就可以有所了解。好，那就要等到这个地方。